里看 A 片，之后他妈妈就站在后面，就是这样子看着他五分钟。那个时候，哦，哎，对到眼哦，跟我妈对到眼，对到眼，对到眼，看他们瑜伽的家规有多可怕，来。哎呦！哎呦！哇，你这一套孕妇装厉害哦！干嘛锁门啊？喂！我在换衣服，等一下啦。干嘛锁门啊？什么很危险？不换衣怎么办啊？你在干嘛啦？哎！干嘛锁门啊？你平常换衣服我都看得到啊，你锁门干嘛？无聊哦。好来，哦，拿筷子。没差，只有我们两个又没差。就是习惯就是这样。我又没有很疼，刚刚不小心这样子。哦，压低了。哦，好来。要穿这件，等下下去会被我妈捏。有露出来。露肚子，然后把肚子露出来，然后穿这种贴身的衣服，看出来大件。这还好啊，你看这空间那么大。然后是空间大，不用穿这样吗？不好看吗？还好吧。感觉我妈捏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是我宝宝，太紧了吧。现在的人都这样穿。哎，我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哦，这完全就是子商在骂。哎，哦，家里的规矩，这不是我定的规矩哦，这些好像都不是我定。但我家规，我跟你讲，当人家的媳妇儿就是要去端人家的饭碗。对，有很多东西都是要必须要硬是接，要融入，你吞软，你吞软。但是哦，有时候啊，苦媳妇。他也会熬成婆。哎呦，哦，长大了，长大了。有一天他会，对不对？也老嘛，也老嘛，也老，继续的啊，真的。啊，得屌就下呢。对，绝对不能锁房门，换衣服也不能锁。对，他们家的规定就是，你们就房间门，任何人的房间门就是都不可以锁起来，不能锁门就算了。就是有时候于妈妈还会直接就是冲进来房间里，完全不敲门，不敲门，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在看电视，然后他可能敲门就敲个一两下，我们没有听到，然后我就会很不自在。像是我洗澡完不是都会擦乳液吗？然后我就在床上擦乳液，都会搞得很紧张，因为我就会怕谁又突然冲进来。对，还有一次更好笑的是，就是我回新竹，然后他一个人在家，然后他就在家里看 A 片，然后他是戴耳机的那一种，然后那时候他妈妈就站在后面，就是这样子看着他五分钟。我回家的时候，阿全啊，他妈妈就跟我说，于湘泉在家就是一直在那边看 A 片。不是，你知道我那时候买了一个，我买了一个，不是，我解释一下，我买了一个 VR 眼镜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哇塞，它很像，有用吗？有用？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超棒，真的，那个超棒，金手指看得清楚。你会这样，你知道，然后你会这样哦，你会这样哦，会想摸。对，然后你会这样，然后戴耳机嘛，然后戴眼镜，你不会发现，看不到。我妈在我旁边站了五分钟，如正不屈，会被摸到妈妈的，自己在那边这样，尴尬，摸到妈妈真的是四 D， 摸到妈妈就尴尬。有一次就是这个家规，然后也害到你妈妈自己，对不对？妈妈，因为你来讲吧，因为妈妈自己也不锁。自己也不锁，他也不能锁门，他也在看 VR 嘛，你也不能锁啊，对不对？VR，有一次我就进去，我就进去，妈，然后他在换衣服，全裸，然后我跟他一起全裸的，全裸的，全裸，然后说，干嘛不敲门？我就把门关起来了，然后说，干嘛不敲门？行，你也不敲啊。干嘛不在为难彼此呢？大家，然后家人，要不然就改了嘛。那玉兔你怎么看？锁不能锁。我自己有被婆婆看过全裸体的时候。那 OK 啊。不是，就是因为又不是公公，不是喂，我婆婆是说，她是进来说啊，就是啊，没关系，你有的我都有这样子。对，我还更尴尬。我小时候因为不锁房门这个家规，你知道，我小时候。在房间里面跟我那时候的女朋友在，好好讲哦，好好讲，
有这现场有衣服吗？小心会动到台下。节目是一时的，他知道我教过，以前教过很多，快都不要好。然后刚哎，冲动在那个的时候哦，哎，对到眼哦，跟我妈对到眼，对到眼，对到眼。你妈有没有敲门？又没敲。他有，可是我可能没听到，所以被盖过去了。On fire， 所以我没有听到。那怎么办？门迅速再关起来，会有阴影。没有，妈自己这样看一下，再把它拉起来。哦，对到这样。哎，妈妈还真识相。哎呦 ，Keep going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不要锁门，但是要敲门。要敲门，要敲到里面，不要擅闯，要回应，要等他回应，不能擅闯，可不可以进来？对啦，对不对？如果说门一敲啊，然后里面说啊，等一下，就等一下，然后也尴尬一下，对，也尴尬一下，就再敲，快要好了，至少要有回应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了解了解，筷子拿不好。就骂，还有压低，我们家就这样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们家筷子都拿很好，跟在拿毛笔一样，差不多。我们家是从小就要写书法，这个是这个是一每个早晨呢要写一个钟头练书法，对，静心。你看，而且要选碗。手哦，选网很累耶。宪哥，书法真少，书法写很好了，还不错。你看，对了，啊，筷子用不好。这个你那个，因为我小时候都是用汤匙的那一种，然后我就是到长大就还不太会用筷子，然后我第一次去他们家吃饭，我有学啊，可是我就是会。就是会不小心这样也会指出去，这个是我妈最讨厌的哦。对，就是手指头会不小心指到别人，然后于妈妈她就会在旁边就会一直念，然后说：“你这样子以前什么外公在的时候你就被骂死了，直接这样子打你手，然后害我就吃饭压力都超大的，我就不太敢夹东西吃。后来她有发现就知道我不太会用筷子，不要这样嘛。”好不好？就会不小心。妈妈看已经不高兴，你改换成。换小孩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这个不要乱教了，不要乱教了，这不好过。筷子拿工整一点倒是比较 OK 啦。对啊。你是盗汗吗？汗流水下啊！你穿那么少，啊，你个盗汗！你现在是通风？不是，因为他听到柔柔在控诉瑜伽，他很担心。我跟你讲啊，这都是流冷汗。我刚哎，你会这样盗汗，就代表肾虚，肾虚哦。你怎么造成这样？虚，我新陈代谢快啊。没有，柔柔没有流一滴汗呢。他现在肾部还没流汗，肾现在是不是虚了？完全不热哎，会吗？你怎么弄？他可能。腰不好，腰不好。对，越讲他流越多，心虚了啊，心虚了。我来为难，那不是控诉啊，控诉我妈妈裸露就是不准。我们瑜伽的媳妇儿就不能裸露来。对，其实我也没有很裸露。刚看你那个还好呢，就根本没有什么肚而已啊，孕妇的肚子还好。对，就是露个肚子，因为我就现在肚子很大嘛，然后怀孕也不是常常都在怀孕，然后我就想要记录一下，因为我有时候穿就露肚子的照片。露肚子的那个衣服可以拍照，然后你看那蕾哈娜多帅啊！哎，她把孕肚变成一种时尚，然后可能就会穿比较紧身的那种裙子，然后那个他们看到都是不准。啊，你如果去拍孕妇全裸沙龙照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拍啦 ，OK， 全裸，你拍的，哪有拍全裸？没有半裸吧？到半裸了吧？半裸到半裸了，哦，拍了吧？没有，反正就是我平常就是在家里就只能穿得很宽松的这种，因为如果我穿比较紧的话，于妈妈可能就会说你这样可能小孩看了都好难过，可能会勒死他。他也这样子说，他说我穿比较紧的什么会勒死小孩。家里呀，于妈妈家里当然是宽松啊，比较 hip hop。是啊，不是喜欢 hip hop。她现在怀孕对不对？然后我跟你讲，状况是这样，她都会穿以前她穿的衣服，因为她以前很瘦。是啊，就是会。感觉一定要爆开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说你不要穿这样子，我妈一定会念哦。然后想把我的小孩勒死，有点感觉。讲真心话，我们找一些资料找好不好？那个亚萍姐说裸露就是不准。宪哥看一下，公道，宪哥就是公道。这个是看看他有没有。妈妈以前，我跟你讲，妈妈以前开到这里，开到这里，开到腋下，他低胸都低到肚脐。大的那个开叉子开到腋下，哎呦，真的，露背装都倒过来穿，哎呦，喂，然后跌倒，孟娜跌倒的时候全部趴下去看，对了，有没有？哎呀，啊，这是一个桥段表演，但他们作风比较洋派。
对，以当时来讲是很先进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绝对不能锁门，就不要锁门，但要敲门，敲门，然后等回应，直到有人应门之后，有人应门呐。啊，如果你敲很久没有应门，那才可以冲进去看一下。对，应该要冲撞进去。加一个意外，意外。宪哥现在真的有机会帮我妈妈跟妈妈讲一下。哦，要要，他听的话，有有听的话。哎，那个筷子哈，拿不好就骂。不要骂，用鼓励代替责骂，对的，领养代替叫我爸都帮他夹，夹得好就给爸都帮他夹菜，对的，爱他就不要弃养他，对，好吧，好，好，阿来裸露就是不，这一条不要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个拿掉了啦，不要太过分，对，不要着凉就好了，对，啊，只要这个披个外衣嘛。啊！你看咪咪披个外衣啊，看起来雍容华贵。哎，长辈衣不在，长辈衣不在，两边一开，快速，快快速解，太快了吧？没啦，你出去外面，这哪算裸露？对不对？